悠悠，你知道吗？现在主播这个行业超赚钱呀！咱们公司的红牌御姐丽丽今天下午一场直播下来就赚了将近20000块。听说她有个叫红叔的土豪粉，不到半年时间就给丽丽姐打赏了200万。丽姐在海珠豪苑买的那套江景房，就是用那些打赏钱付的首付呢。哇，只在镜头面前说说话就能赚那么多钱，真的那么容易吗？哎，丽丽姐是怎么做到的？我来公司上班就是希望多赚点钱，能给家里带来更好的生活。哎，好羡慕啊。你想啊，丽丽姐有20万粉丝，就算每人每月打赏1块钱就有20万了也。更何况还有很多有钱人潜伏在直播间里血拼斗豪，要是遇上个像红叔这样挥金如土的老板做靠山，认作干爹我都愿意呢。这些都是平平和我说的。对了，悠悠，你搬来跟我和平平一块住吧，相互有个照应。你也给我讲讲你在香港生活的故事。好呀，我正愁住哪里呢，待会我就和车部长申请，今晚就搬行李到你们宿舍，打扰了姚姐。那辆车里面发生了什么？怎么震得这么厉害？难道是偷车的？是车坏了吗？里面的人需要帮助吗？啊，这不是主管和丽丽姐吗？怎么？好羞耻啊！我回来了。怎么了？跑很远才买到吗？楼下那家便利店没开门？不是，我就在楼下买的洗漱用品，只是我看到便利店门口有人光着身子在一辆车里面。真的呀？就在我们楼下吗？可真大胆，这要是我们公司的员工可就是爆炸性新闻了耶。我的天啊，会是谁呢？好激动。咦，车子开走了，好可惜啊。不能告诉平平，我看见是主管和丽丽姐在那辆车上。我才刚到这里上班，很多事就算见到也不能乱说，会给自己招来麻烦的。这个秘密一定不能说出去。可是公司的主管和员工竟然做出那种事情来，这样子真的好吗？也太不合适了吧。我做直播女优这个选择到底对不对啊？给妈妈知道的话她能放心吗？